就像星星，我无法始终看见他们，但是我知道他们永远在那里。是哪一个这么有诗意啊？原来是袁咏仪的亲笔手写信。事源是早前靓靓在内地工作后需要强制隔离14日。在酒店度过的她，不时都会更新自己的社交网站和 fans 分享近况。完成隔离后，靓靓除了即时去 shopping 庆祝之外，微博亦都疯传佢喺完成隔离前一日，特登亲手写咗一封信，多谢深圳南山区政府对防疫嘅坚守同埋认真。